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四高五社彼得小学三年级的李慧琳。我今天会跟大家讲关于李逍雪怪。李逍是在苏格兰，从古至今很多人说在李逍雪里面见到一只很大的水怪，又说它十公尺、二十公尺、甚至三十公尺，或者更加高。又说它好像蛇颈龙，因此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去到李逍雪里面派出团队找出答案、影相。唉，无奈啲水太污浊啦，啲相影唔清。直至2018年，一位纽西兰嘅科学家，佢喺湖里边提取咗300种嘅 DNA， 亦都发现咗3000种嘅生物，大部分都系鳗鱼。李逍雪水怪好可能系一条巨大嘅鳗鱼。究竟呢只真嘅李逍雪水怪呢？哥哥，我攰啊，得未啊？